卢台长，您好。你好。哎，我是77年属蛇的，嗯。然后那个胆管癌已经3年了，哦。现在已经转移了。我想问问您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家人一直念了1年多了吧，这个小房子，就胆一直管在癌念。是吧？对。胆管，看啊，哦，你已经动过手术了，对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你现在要忌口，你不能吃油了，听得懂吗？你贪嘴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听得懂吗？听你懂。现在一刺激吃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肝胆部跟胆管地方会有感觉的，每一次吃下去有感觉，但是过一会儿呢就不痛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讲给你听啊，你。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扩散，但是有一点扩散，扩散到肠胃，所以你的肠胃吃东西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消化。对，肠胃现在是不好。所以我奉劝你一句，吃得清淡一点，千万不要再吃活的东西了，因为吃活的东西的人，他容易变成酸性体质。那么碱性体质的人不容易生癌，这是医学上讲的。所以我希望你常吃素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你要良心要善良一点。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脾气坏，而且把过去很多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你都忘不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对，要想一想才讲。好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最近死不了。2年台长可以保证，明年要是台长还能来的话，你明年来看我，保证没事。好，没问题，一定过来。好不好？好，那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小房子，我现在基本上一天是7天到14张，就是7张到14张。一个星期啊？一天。一天啊？对。你怎么念的？我们家人啊，我想你一个人怎么念得了14张？一个人念不了。全家是吧？对。可以，你一定要这么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啊，肝胆癌呢不要转移啊，让我这个病能够好。我现在念49张小房子啊，来还我的那个药精者。你这么讲了之后呢，17张17张念，念到49张呢告一个段落，再重新许愿，而不是每天念十几张，那没有效果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这是个方法，嗯，好不好？哎，然后我的功课现在就是大悲咒49遍，心经21遍，往生咒21遍，还有这个礼佛，礼佛几遍？95遍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没问题，调整是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已经在好转了，好吧？非常好，他因为他过去不相信的呀，对不对啦？对对。啊，现在相信嘛就有救了，好了。好了好了好，啊，谢谢您，不要着急好，啊，谢谢太长，谢谢。好，下。